天都在干嘛？都在可能在洛杉矶。我去洛杉矶找那个林子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就是觉得他在那个地方啊，很认真在写歌，所以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探个班。刚刚呢，我就想，哇，林子等了4年才发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哪一首是你在洛杉矶写的、啊？然后结果一首都没有。恭喜。我还是爱着你，恭喜破亿！来讲一下你的感想，因为破亿真的不简单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就是它等于是我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。然后其实我之前有在那个我的私人的 Facebook 里面提到，就是如果我在3张专辑里面没有写超过破亿的歌的话，我就要退休了。结果哎，破了，不用退休了。有另外一首歌破亿，就差不多疫情也结束了，我们就可以就可以，对对对对。